偷偷把他睡衣换了，让他穿点好看的。钟仪，啊，啊，咋了？睡衣呢？我刚才给洗了。那我浴室里边其他的衣服呢？刚全洗了都，全都洗了。穿啥呀？穿这个呗，这个这个，我刚给你买的。行吧。嗯。钟仪。啊？啊？又咋了？就你买的衣服是那样的，故意的吧？没，我在网上看了，人穿的可好看了。那我媳妇这么好看，身材这么好，那穿上这个，那不得嘎嘎美啊？你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啊，周爷。我想，反正现在就两条路，要么你就穿着它出来，要么你就光出来。你别有不敢是吧？哎，等。这样吧，你给我找一个别的衣服。这衣服也施展不开呀，那我就去给你打下手呗，不就？不用，你帮我把这游戏玩了吧。超人机火箭人，你咋也玩这个？最近都火爆全网了，我当然会玩啊。下分钟上手，五分钟上头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简单好玩。游戏拥有四大职业，人物 Q 版可爱，不想花钱的玩家直接一键云挂机，升级的装备材料轻松到手，前两天就500级了呢。从左下角上线还能领取海量好礼，1024抽直接送。要是没有，你直接卸载。你看我刚抽到的 SSR 赤炎，一顿嘎嘎乱打，真的太爽了。行了，我先玩着，你好好考虑考虑那两条路。安妮，行，我等着。等就等着，好好考虑啊。哎，出去！不是你。穿都换完了，穿都穿了，给兄弟们看看。不让看，我要换衣服，你出去。那这样，我把手机转过来，你偷摸给我看。休想！就是不让看呗。不让。我就看。不让。就是不给看是不？不让。行，不让看拉倒。不看就不看。你。没用啊。